美国佬慌了，我国六代机亮相，即刻吸引了全球关注。中国的六代机歼30亮相，立即吸引了全球的关注。这款六代机不仅在电子战系统、机动性能和隐身性能方面全面领先，在电子战系统方面，歼30采用了最先进的电子战技术，可以实现全天候作战，探测、识别并跟踪目标，对敌方雷达和通信系统进行干扰和破坏，可以在超音速状态下完成各种高难度空战动作。它具备灵活迅速的转向和高速盘旋能力，使其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中快速应对，充分发挥其战斗效能。此外，歼30还具有卓越的隐身性能，采用了先进的隐身材料和技术，可以减少雷达反射面积，使敌方难以发现。歼30的机动性和隐身性能的完美结合，使其在现代空战中占据了绝对优势。它不仅可以轻松地进行高速飞行，还能够迅速调整姿态进行机动，以获得最佳的攻击位置和角度。此外，隐身性能的加持使得歼30在战场上几乎成为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存在，让敌方无法有效应对。中国的六代机歼30在电子战系统、机动性能和隐身性能上全面领先，不仅使其成为战场上的佼佼者，更成为了世界航空科技的代表，让人们对未来战争形势充满期待，也为中国军事科技的崛起感到激动不已。